我们看到今天的活动是有偿竞价领养，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呢？等一下。我有话说。我今天要代表各位在座的爱心人士问他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拿流浪动物赚钱？啊？干嘛呀？拿流浪动物赚钱？我一大早从20公里外开车过来，结果说好的领养变成了竞价，你这心也太黑了吧你！保安，啊，保安过来把这人带走。先生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手，放开。那这位先生，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我们通过竞价的方式，为这些被抛弃的流浪动物，找到一个更温馨的家，更爱他们的主人，更珍惜他们的主人，这有什么错吗？通过竞价领养的方式，所有的所得，我们可以继续去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，这个有什么错吗？今天这儿的每一只动物全部都是通过绿川专业的团队救治，获得了新的生命，获得了新的生活。这个世界上还有9000万只流浪狗，5000万只流浪猫没有被拯救，没有那么的幸运。如果您真的不愿意花钱在这儿领养，没关系，外面有那么多的流浪动物，你大可以去拯救他们，没有任何人剥夺你献爱心的权利，先生。你这是狡辩，奸商！我今天就让你卖不成！先生，快把他拉走！把他拉出去！拉住他！把他拉住！拉出去！快快快，把他救下来！救下来！李总，沈晨，不管他，先去医院。好，快！沈晨，来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这还有啊，小黑，你去哪儿？你也吃点，来。来。喂。喂，姐，出事了，爸摔在大马路上了，你赶紧来医院吧。什么？我妈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快点。哦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先走了。慢点，你山后医院会合。好，放心吧。那你小声点，别吵了他，行。小声点，你给他把单子弄了。我去办手续啊。去去去，别吵醒你哥啊。我不吵，我声音又不大。去，出去就走吧。嗯，拜拜。沈总。米总，哥。
说了，不要那么累。看你天天熬的黑眼圈都出来了，当弟弟的帮你一把，下安息吧。你好，田冬青在哪个病房啊？620。620是吧？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他就是在620嘛。620。吵了，是你，你谁呀？吵死了！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认错人了。喂，甜甜，你爸已经没事了，你要是忙就别过来了。不是，你们不是在620啊？不是，我立刻马上过来。谢爹谢爹，幸亏没事儿。你也没事吧？你说呢？我看没事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刚才不是有意的，我走错了病房，然后把你当成了我爸。我不是说你像我爸，是有一点。我没说你长得像我爸，不好意思。再多问一句，你是神秘吗？打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要的是真爱。你这个最多有点你对不起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不说了，我找到真爱了。甜甜，有意思。